大家好，我是梁朝伟。老大谁杀的？是那两个王八蛋啊！家暴女童的，你在说什么你？那天晚上你打伤了鸿飞，我亲眼看到你杀了我老爸。原来你被鸿飞收买了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不要听他的，要不是我装傻，我能真的叫你吗？早就被干掉了。这位，到底老大是不是你杀的？你想干什么你啊？你是我的人呢、啊，帮我干掉鸿飞，干掉他！你们听到了没有？干掉鸿飞！你们干什么？跟木头一样杵在那里！干掉鸿飞！啊，当我是假的，不像当家呀！帮我干掉鸿飞！这张椅子我先坐定了。我说过这个位置你坐不起。去，你欠我大哥的七笔高利贷，哎，还没有还清呢。行，快点还！我带着飞牛。快闪了 ！Sorry， 我们认错人了。你这门怎么开呀？我哪知道啊！哎，快问问人，是不是要反的？客气，黑牛。这门怎么开啊？哎，既然我们出不去，还不如把账收一收吧。黑牛，不要以为你块头大就不还钱了、啊，我们不卖你的账。你今天如果不还钱，我们就不出去。嗯。苗家死生很容易得肺炎的。帮忙，就算是借给我们的，好，我4/0，不还，没关系，跪下。关公，你们是关公的人。怕了吧？还敢指我们？给光头知道，一定砍死你！靠！你骗谁呀、啊？我是跟虎哥借的钱，关关公的屌事啊！有所不知，关公斩了曹操之后，就拿了屠龙刀，之后之后。那个帮派太大，把你冤枉，这咁唔好拎马盾牌嚟啊，系噃，唔该识。喂，睇乜嘢啊？你哋识咩鬼房之乐啊？呢嘢大概自然会识噶啦嘛。上，即刻上床，自己上。啊，我帮你。嗱，老婆，讲清楚今晚玩边样嘢先。锡住你嘅。你系会锡住我先好讲。哎呀，咩咁紧啊？摆狼牙棒啊，剥死人个老婆！你系我老公，我唔剥你，剥边个啫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查，伟爷啊，伟爷，圣旨到啊！伟爷佢有圣事在身，唔可以落床接旨，咁都冇乜所谓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全韦小宝火速入宫面圣，钦此。嗱，老婆冇人法，皇上召我火速入宫，咁啊点都要入去谢主隆恩先得噶，公主，系嘛？好，定桥。咪住，做埋啲什么意思？国家兴亡，立子有责，朝廷养我千日，好可能要用喺今日。我哋啲儿女私情，暂且摆埋一边先，
做埋先。